热水瓶啊，你看4000多块啊。哦，那难怪妈妈没有要买。顺热，极热调理，这是双人牌的。双人牌的，那就是这个直接拿起来加水。你看这个要9秒沸腾啊，刚刚那个，然后加水进来再放进去一下。哦，那它这个有这个比较好。为什么放不进去？你是乱用，要把它拆了。又把它拆了。但是可以喂。哦，原来是要有技巧啊。可是这样子，它这没有滤芯哎。那刚刚你看的那两台也没有滤芯啊？它这没办法放滤芯啊。啊，就你过滤完，就用之前那个 Brita 一过滤完再过来就好了。对啊。啊，我们家就有了，就干嘛要滤芯？啊，它这里有100度，40到100，这感觉比较。是比较清楚啊，刚刚那个有点那个还要按才会跑出来。对啊，我觉得那个好像这个至少你有点慢，你就可以知道按哪里。没有，我这个可以，我直接40，我要80就按80，那个还要哔哔哔哔哔哔哔啊，过头我还要再哔哔哔哔哔哔哔。对，这个比较方便。啊，这只有3种，100、200、300，按连续。啊，你什么时候会喝到300？连续啊，连续啊，那你就按连续啊。这个就是比较少。双人会怎么样？会跑出两个，就会两台，就会变两台，就变两人份了。厉害啊，双人分量啊，你就300按双人，然后它就变600，厉害吧？这是神奇之处，也还好，就是个德国双人牌。这个双人牌，你看1400瓦。2公升，清洁提醒，取水提醒，防干烧。它不是就顺热还防干烧？哦，就是没水的时候，对啊，它就不会自己自烧。哇，你看这个6800哎，这比较贵了。这是 made in 哪里嘞？你猜 ？Made in China。有戏吗？Made in China， 是哟。现在应该那我就去买那个海尔就好了。现在大部分都应该都 Made in China 吧？那就买海尔，结果它也是海尔代工这样，它是贴牌产品啊。哇，有基础是。